我终于要搬家！什么关系你们？水瓶，你这个人可爱，你这个人不想变。敲大家赞七六的，订阅七六的，小叮当七六的。感谢大家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布玛利亚。今天是在家里拍 vlog 的。为什么不太喜欢在家拍片的我，真的在家里拍片呢？是因为我今天有一个对大家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的重大休息。我终于要搬家。そうなんです。想要搬家很久很久，然后。终于找到喜欢的地方，所以我终于要搬家了。因为是外国人的关系，然后也是一个单身女子的关系，就是需要一些身边的人的帮忙，所以等一下会有一些朋友来帮忙我一起整理东西，还有一个很棒的小帮手，就是叮叮叮科沃斯 T-POD 70 Plus 扫地机器人。感谢扫地机器人的帮忙，平常很爱用扫地机器人，扫完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干净啊，所以我很相信你。我其实来台湾之后搬第四次的搬家，搬过很多次耶。对，第四次。就是台湾越来越久，所以越多东西，太狠，我会加油的。那开始你讲，妈妈今天要整理房间吗？不理人的，这样，这边是收藏鞋子的鞋柜区，这边是我家的餐桌的部分。你又来了，嗨，佳佳，我有是思雅的耶， yeah, 最强搬运工，哇，你的家已经是上最乱的一次。为什么你愿意来帮我帮忙家？因为待在家也没事情做。失业偶像，失业偶像，期待你的表现。我会好好表现。难得不喜欢你耶？不喜欢我？为什么？厌恶脸。现在阿贝桑他在晒衣服，图集是本人的冰箱。啊，这什么？什么神秘的粉末？好像有点。结成土了。我在帮忙搬家。我先研究一下那个日本人的冰箱。什么关系你们？秘密情人系列。以上就是我的特别报道。你这些鞋子都有在穿吗？很少。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打开这个柜？对。因为你都穿球鞋，那时候逛阿迪的，然后大家说，哎，这就是你的鞋子，对啊，然后后来大家不负责任，很难搭，但好看。上次穿的时候觉得这不太大，哎，真的蛮大的，有点大，超多，我觉得他想跳上去，啊，他跳上去了，我们现在。开始整理厨房，我家的超多杯子。这一集是秘密特写是不是？这是礼盒是不是？马克杯礼盒。光听到这声音就害怕了。大家就觉得阿布什么都没在做，思雅加分。加分，明明太假。我们也太废了。现在开始整理一半的衣服。第二袋，结束第二袋，太多了嘛。慢了，好多。那你？睡衣。
真的没办法给大家细的看。你有穿过吗？几乎都没有。对，这怎么的？这个人可爱，你看他有敷小面。我真不知道这个怎么穿。これは我在 AKB 的时候一个前辈送你的。そう、峯岸さん。啊，送我的。これは到底是睡衣还是？这个有穿跟没穿一样。从来没有穿过，但一直留着，因为前辈送的。对，前辈送的应该是好东西，啊、所以好刺激哦！我的天哪，超多东西！我们已经整理了差不多，今天辛苦了，比我想象中少，东西少，真的。明天我们继续加油，我们加油，加油！明天见，拜拜。第二天。我现在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么早起。天哪，搬家公司来了！嗨，你们是安玛利亚吗？对。嗨，早安！一二三四五，怎么那么多人？我们把车全部塞满，然后其他人坐。很厉害，我目前觉得你们真的是厉害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今天的厉害。嗨，拜拜。锅子，对，杯子，熊。你是什么姿势？抱婴儿哦，超不像来搬家的。我们去新家。耶，出发。谢谢你们的帮忙。耶。终于。在搬家中真的是超多灰尘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帮我们打扫。这是我的收藏です。这里有我，这边有我。因为如果要认识我的，大家应该不知道吧？这张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台湾国因为是国语，然后买的书，然后里面都是台语。OK， 陶哥，很像啊，很像。就是老板，陶哥，我买一个便当。陶哥，我买一个便当。便当，便当，真的有像哎，用这个学很容易哎。真的，佳佳，今天是这些东西搬走了新家的日子，冰箱里还没有清，我也很久没有打开冰箱，所以忘记冰箱里有什么东西。真的。等一下，是否已经过期？5月24日。5月24日上礼拜，520。也没有过期吧？2022年4月10日，我觉得他根本没在喝。2020年12月8日。OK， 已过期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冰，硬到不行的 butter。啊，魔力，2022年2月25日，我在日本的时候已经过期了。调味料，2021年。重新的开始，新家买新的调味料。我的 milk 一面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躲起来。很好笑。今天是我搬家的最后阶段，最后我想要打扫干净，然后还给房东。今天是有一个小帮手，大家 ，Tiss Plus 扫拖机器人的，不觉得很好看吗？我真的很喜欢它，因为买家具的时候很爱看外表，所以我一看这个 Tiss Plus 就觉得爱上了它，因为它很有质感。还有一个重点是这里有几朵的，可以把它当成宠物监视器。像我有时候工作不在家，那时候也是很想念牛奶糖，这种时候也是可以用它看牛奶糖。Tiss Plus 有一个 APP， 然后用这个 APP。建立我的房间的地图，那我示范一次哦。OK， 一空，我在，开始打扫。哦，对，我就在沙发上面，然后划着手机，做什么看电视，
跟他帮我这样子开始打扫。我也可以跟他讲 ，OK， 一口，小声一点，很厉害，不需要这样子走过去他那边，然后调整。它也有呢基本的扫地家具功能，这次特别的地方是一边扫地一边可以拖地，我觉得自己很棒。大家，我刚刚装满水了。其实呢，这个里面也是可以放清洁芳香剂，一边香香的，然后可以拖地的。强效拖地水箱已安装。OK， 一口。我在。开始拖地。哦。哦。哎，天哪，真的有拖地耶！哇塞，好厉害哦。OK， 一口。我在。你好棒。直接不理我，拖地板的地方真的是，哎，干净到不行的，我真的爱上了，又好看又会工作。跟我一样养宠物的人，长头发的女生，我觉得非常适合 T10 Plus 扫拖机器人 this。这次感谢我的妹妹们付出很多，然后帮我开车的朋友们。其实搬家真的很有趣，感到很多的回忆，然后从新的开始。那这次谢谢大家收看，然后跟着我一起搬家。喜欢的话帮我订阅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拜拜。